现在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卫视2013全民创意舞蹈群体秀起舞飞扬的现场。马上要进入奥地特区，来看看中国好儿子和中国好妹妹，他们俩到底会奥特掉哪一位老师呢？孙杰，为什么 ？Why？ 我也知道老师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所以我不想就是我表演的这支舞蹈是通过别的东西，就是外界的因素让老师喜欢我。我是想凭自己的实力，能够评出我真正的水平。这孩子太棒了，太棒了。告诉大家，他拿到的分数是295分，这离我们的威武冠军马友芬的差距有些遗憾吧，你。但是今天很棒，好吗？谢谢老师，好好跳舞。谢谢各位观众，谢谢大家，好好的照顾妈妈，谢谢，谢谢两位，把掌声再次送给他们。我们来自郑州天宇杂技团，我们参加过2次国际大赛，6个节目成功申请了著作权专利，还参加过20多个国家的演出。创作这个节目用了4-5年的时间，中间换过4位老师。节目当中有很多难度技巧，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有好多人受伤，我们都非常的害怕。创新无限，一无止境。谁是奥特曼？大风口机器人。Amazing Day。
荷花姐姐好美哦。我们来自郑州天宇杂技团，全是河南郑州的。对，都是河南的。俺妈也是河南人，都像。老像见老强，背后给一枪。你们是作为一个杂技来表演，还作为一个舞蹈来表演的？之前是杂技，但是纯杂技的话就觉得很单调，想加入一些舞蹈的元素。对，之前有借用水上芭蕾的腿部技巧，可是有看到那个千手观音，所以把杂技、水上技巧还有千手观音融合到一起。觉得他们尝试的精神特别好，杂技尤其是现在发展到今天，如果要是不跟其他的姊妹艺术相融合的话，杂技可以说是已经到了尽头了。杂技和舞蹈是两个行当，刚开练舞蹈的时候难吗？蛮难的，因为这是一个创新的节目，所以我们一直在磨合磨合，而且我们是头朝下面，特难，我们看不到每一个人的腿，包括自己的都看不到。超难的，刚才我看到好像有一个在街舞里面我们常见动作，头撞，如果在地下撞还好一点，要上的腾空之后会更加难。如果你在地面上的话， 你只要能碰到它可以帮你保持平衡，它腾空的它只有前面一个小的着力点可以让它每次抓住来发力保持平衡，确实很难。 对，之前练这个的时候有的人牙齿摔掉。陈老师，他们这个应该算是向经典致敬嘛，因为有之前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张老师的作品叫千手观音，他们这个应该算是千脚千腿千腿。我觉得形象不同，他们如果是人物的话，他们是荷花仙子，而那个是观音，可以说是他带有一种人文的情怀，出泥而不染，而那个是代表的是人类的信仰，还是不一样的，这个层次还是有区别的，所以不存在可比性。孩子们平常特别刻苦，练了一身好功夫，听说你们倒立特别厉害，还可以倒立叠罗汉，对不对？是的。那个是多少人一块？四个人。可以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吗？好。哇，哎，我看他还挺胖的，这么柔软。妈呀，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不是一般叠罗汉，他们是倒立叠罗汉。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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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放也放了一下，刚才就这一组选手里面除了你能做底座，其他人也撑不住。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他们的打分时刻。因为我知道这是起舞飞扬，它毕竟需要更多的舞蹈性，我们是以技巧来为主的嘛。好，瞬间它个位数是零，十位数是90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杂技和舞蹈它的共同点就是在于它都讲究难度和美感，但是大家的侧重点不同。如果是我们把杂技跟舞蹈放在一起的话，那我们追求的就是在它的难度和美感之间找到特别好的一个平衡。其实刚才的表演在美感上还略欠一点火候，给你们的分数是，个位数是零，十位数是90分。谢谢老师。舞蹈在这里面，他愿意加入舞蹈，但是因为他们的训练不足够，所以舞蹈在这里变得有点加深。隔行如隔山，我们务必要认认真真的从山沿开始往上攀，最终都是为了咱们的杂技艺术，对吧？我给你们的分数是，个位数是50，位数是85分。谢谢老师。首先肯定啊，就是中国传统的杂技得到了这么多的新的概念理念往里面渗透，然后发扬光大，但是呢真的是不够。你们可以参照一下太阳马戏团，跟他们接轨，更时尚更国际化。对，然后你们的难度会打败他们，加油加油各位妹妹。各位数是50，位数是85分。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到底会 out 掉哪一位评审，之前呢还是要休息一下，先动广告，待会儿见。